刚刚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，但是还是唱的人不多。哎，非常的开心啊！今天也是在这么冷的天气，大家都谢谢听到了，谢谢大家都还在这里坐着听云朵唱歌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还想带给大家一首，大家想听吗？谢谢啊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我还要带给大家一首这个我的新作品，叫做《牧羊人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谢谢。